拜六就要投票啊！今嘛哪里拢在冲来看到这个婚姻馆，定位选举哪里个电影，今仔一再拢是这走路扫街拜票，争取支持。今日北港古戏买卖市场，伊向民众请托拜票。23号一透早，民进党婚姻馆长候选人刘建国为婚姻的海线水南市场出发，然后再来到口号市场北港古戏，以近距离徒步面对面拜票，希望争取乡亲的支持。尤其是市场啦吼，我拢是对基层起来，所以甲咱的即个市场的时段，啊甲来即买物件即个时段，都会当安尼直接做密集的安尼的接触，啊嘛听到真侪人对阮的鼓励吼，啊，互阮是有即个机会，啊会当上好位置，啊为人民来拍拼来做代志。谢谢，至于国民党国民馆长候选人赵立新，选择国民的山线达拉市菜市啊，嘛是以徒步拜票的方式，今日菜市啊含买菜的民众热情活动。伊希望剩两三天的时间，会当予寡济民众看到伊的政绩真出认真。所以我希望我用这四年的时间，脚踏实地，一步一脚印哈，完全的付出。我希望相信到最后这个选举哈，能够给我一个考验，也能够给我一个检核了哈。如果我做的还不错，我也是希望乡亲呐给我支持，投一个认同票。选前进入最后阶段，桂林馆长的选前，咱会定也拢以投票拜票的方式，希望争取寡济选民支持。另外，去年地检署针对参贿选，22号已经完成第一波贿选案的侦结，总共起诉11件，包括9件贿选、2件选举赌盘，要展现强烈参贿决心。记者吴宁报道。